姐姐，我们咋子了？我们正把衣服穿了。咋子了呀？不是，这个衣服我没得拉丝的，我就是没见面。拉丝没得，我要出去那个，出去他妈我出去耍，没得衣服得。那你个人就去哈。先去吧，去吧。这件可以，这件是百搭款羽绒服哈，工装样式，又是一个淡黄色的感觉。这件你穿、不要废话，我给你选，你就拿到。不嘛不呀，这件。哎，这件可以，这件。啊，我喜欢这件。这件有点贵哦。不贵呀、啊，反正是你给钱，不给我啥子。打的折，你这边打折哦。不打。可以分期。还有这件是我打折，我觉得你穿起来还可以哈。哪些？你把背不要扣起吧，打撑。我吊子做的很猥琐那种的。这件拿到。等会儿进去一起告，报道。等我脚告，我脚告。哎呀，你莫说话，我听到错了。这件，来看看一下，我的眼光有点好噻，这件。这还是够不够了嘛？现在我去给他挑个裤子，挑个毛衣。这个毛衣，这是今年的那个，哎，啥子妮儿嘞？啥子妮儿嘞？你啥子妮儿问我？不贵，这就是新材料。我给你取下。雪妮儿。雪妮儿加水点。对。这个材质的毛衣就很有质感。哎呀，不想要这个，不想要这个。不行，你这么多款式，那么多好看。不行。你是哪子？黑色，然后这件白色也是。我去，裤子给你挑一个哈。就两件呗。对啊，你可以搭配起来。就这件，这个工装裤好看。这个工装裤啊。我又舍得买秋裤了，这么多哈！谢谢姐姐的赞助。个人给钱。分期付款。不。我今天还了。一次性付清。我今天还了。哎，不说看啊。走了，谢谢。姐姐把那两套衣服我带回去哦。好。好。拜拜。好不好看？我要是女的。哎，你走，不要放开了你。你当时不帮别人挡哈？啊。喂。来了，我刚才我姐要买衣服。南桂坊还是黄桥？南桂坊还是九眼桥？有美女没得？有啊，来了。